欢迎大家收看健安牙科之喜有此理。之前讲到在现有的技术底下，种牙是替代牙齿最佳的方法。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图，无论在美观度、舒适度和耐用度几方面，种牙都比假牙优胜。但是很多朋友就担心了，种牙会不会很痛的？我们做种牙的时候，一般都会帮病人做局部麻醉，加上微创的仪器，一般都不会很痛。有很多人仲话剥牙仲痛啦。做完种牙之后，保养方面又点呢？好简单，当真牙一样，早晚清洁，定期检查洗牙。如果保养得好，仲好襟用添。最后啦，会不会好贵噶？相比以前，而家经济好多咯，所以越嚟越多人选择种牙。哇，咁听落真系非常之好嘅选择喎！咁多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仲有一啲关于牙科嘅问题想问下 Doctor Lui 嘅话，记住打健安牙科热线416-292-2633预约或者系查询啊！多谢晒 Doctor Lui。